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Jasper 的爸爸陈小春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到目前为止，Jasper 没有告状，他回去没有说是什么，哎，爸爸怎么了？爸爸怎么了？直到昨天我们录完那个归咎那个地方之后，就回到饭店，马上跟曹爷讲，爸爸这次没有凶我了，就这次真正的告状，但是那个好的告状是不错的。其实 Jasper 是比较怕妈怕曹爷多一点，怕我的只有这次旅行都没有怕，都我讲完，他马上就，你能不能别那么凶啊？就证明就不怕我。现在那么多人喜欢我儿子，我有没有觉得自豪啊？看到一些网友说怎么组团去偷小孩干嘛？我觉得有点恐怖啊！喜欢一个小朋友，为什么要偷他回家呢？为什么要组团去偷呢？这个当然是他们爱护他才会讲出这么好玩的，但是不要用偷了吧。因为如果小孩子没有亲生爸爸妈妈在身边的话，是非常可怜的。所以大家不要用偷吧。有空的时候，我发一些视频给大家去看一下就好了，别偷了。在我印象中，Jasper 最开心就是迪士尼啊，那个巴斯光年取消了，已经没有了。他知道那个消息是非常的酷的。很不开心。还没录这个节目之前，我是都很少会把 Jasper 的样子发给大家看，原因是我不想打扰他的生活。但要知道录这个节目的时候，我就没办法了，一定要给各位去欣赏我儿子有多丑，我儿子有多丑，多丑。我觉得他还是回来去好好学习，好好读书，比去当一个所谓的演员也好，在那个娱乐圈也好，我不太喜欢。Jasper 里面的暖男气质应该不关我事啊，我没那么暖，应该是也是巧儿的暖，丁爸丁妈给他的暖，这一点不跟我不像，我一点都不怪他，很怪的应该是归功于丁爸丁妈还有巧儿。我觉得 Jasper 遗传我的不专心，遗传了我的就脸臭臭了。大家都说我在录这个节目的时候对 Jasper 很凶，我大声讲话不代表我没有礼貌。我说我讲话平常都很大声，凶是有点凶，但有时候他好像是神不守舍的时候。Jasper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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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才会有反应回来。所以有时候大家看到我凶也许是这个吧。我觉得还行，就我会慢慢变形了啊！大家既然就觉得现在是 Jasper 带我去做那个变形记，我尽量慢慢去变形，变为一个温柔体贴的爸爸。